是拿公子波塞冬啊，我们又见面了。你们觉得这期音乐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吧，跟之前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这首歌的风格我感觉不太一样了。我看完 MV， 听完这首歌的感觉，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那种自己内心戏啊，内心独白，自己跟自己那种交流，那种释怀感。特别是在我看完这次动画短片之后啊，其实我心里感觉非常不一样。之前呢，一直觉得是一个大反派啊，但是现在呢，怎么说呢？感觉黑跟白都在他一人身上了，亦正亦邪的这么个角色。而且他是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高点啊，结束了这么一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这么一个反派人设吧。其实在游戏里给他最后一击的那个时刻啊，我当时心里还是很不舍的，不知道当时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总之呢，咱们先来一块听一遍这首歌，然后一块来聊聊咱们心里的感受吧。还是老样子啊，拿上咱们今天的装备一块上。这次这首歌一上来，包括那个呼吸声都很沉重，像是那种独白的感觉，你明白吗？就是像是 一种回忆在给你讲他自己的故事，一个那种啊内心的交流啊，好像就是在他坐在你面前在给你
在握着你的手在讲之前的故事一样那种感觉。当然画面看起来还是很多的这个悲壮的这个情绪有的啊，就是感觉到这首歌跟之前的那些燃歌风格都不一样，因为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律动啊，每一下都间隔的非常久，像它钢琴似的，一个一个和弦坚持的非常久，空间感特别长，全都是那种哦悬在空中的感觉。这块才真正感觉有一些升级啊，感觉我们的那个音乐才真正往前走起来，刚才其实感觉音乐都是停在一个那种空间里面，这会儿才真正感觉到有一些往前推进的那种力量。而且这首歌的这个配器上非常的简单，能听出来就是没有很多复杂的渲染效果在后面，更多的真的就是像一个独角戏。我觉得这要是在这个戏剧里，肯定就是一扇光打下去，一个主人公场景全是黑的，然后他在一个探照灯底下，在一个这个聚光灯底下，在进行了一个这个独唱，你知道吗？也没有很想突出一种就是想表达的情绪，就是在给你分享他的一个感受，分享他的故事，这点特别空灵啊。各位这首歌一定要耳机听，哇，背景的这个大提琴我感觉就是男主人公的内心，这个大提琴就代表了他本人。大提琴跟一个小提琴，男主跟小提琴的对唱，各位可以猜猜小提琴代表着是谁啊？那肯定是卡莲，我觉得。背景还有这个吉他拨弦的这个声音啊，有点像是这个时钟表的那个秒表的声音，你们感觉到了吗？就像时间快到了那样的感觉。从这儿开始，鼓的这个。真正啊，有一点推进的感觉，才真正有一点复杂的鼓在里边。虽然节奏型人很慢啊，更多的时候感觉是一个那种庞大的那种庞然就在移动的那么一种力量的感觉，感觉真的是啊，顶着一个非常大的阻力在往前不屑一顾的前进的那种心情的感觉。这个奥托一定也是啊，干了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啊，一定是一个人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这句话，这句歌词我超喜欢。墓志铭太短，而此生太长。这首歌里有好几句歌词我超级喜欢，待会儿我跟你们说是哪。这儿又到了那个内心的那个声音了。感觉这里的这几句歌词应该是他对自己说的啊，不是在对观众唱的，而是他对自己念的一个那种一个完全是心理戏的感觉。最后这点，哇，最后这点超级帅，整首歌又一次恢复到了这种独白的这种心情，就感觉刚才心里的这种澎湃感啊又完全平静下来，因为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听完了这首歌吧，我还真想跟各位聊上两句，因为我看完这 MV 吧，心里有些感受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你说就像咱们这奥托吧，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虽然吧，这个奥托他的确是大恶之人，但是呢，他也有他自己人性中的善的，不是吗？我觉得吧，生活里啊，有很多时刻都面临选择，做一个好人或者做一个坏人。在这世界上，我觉得有太多的对与错、好与坏是分不了那么清的，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吧，还是看你所在的立场是什么。所在的立场一旦不一样了，那很多的对与错呢也就说不了那么清楚了。如果各位啊跟我一样在生活里呢也会遇到这样的处境，面临这样的选择的话呢，那我希望咱们都能做到一点，就是勿忘初心，让咱们心里永远记着那个从前的最珍贵的自己啊，这样的话咱们路走得再远也不会偏离我们的方向。这一说就沉重了，跑偏了。那个咱们歌里呢，刚才有那么几句词儿我特别喜欢，我想跟你们说的，除了那个墓志铭太短此生太长之外，还有一句词儿我特别喜欢，就是这句 Personals played out on the stage
will return to self when there's a curtain call. 我觉得这个简直说的不就是我吗？对吧？就我经常上台，上台，上台，上台演奏，下台之后那个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太自由了，终于做回自己了。没错，这个跟你们聊天的才是台下的那个真实的我嘛。行，各位爷，咱们今天这首沉重的音乐先听到这儿啊，改天再跟大家听个欢快的。咱们今天先到这儿，下期再见。